卫星。你干嘛？卫星，卫星，你不睡觉在这干嘛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。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再见。不，卫星。卫星。你干嘛？你问我干嘛？我倒要问问你。一个大男人这点挫折都经不起，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敢面对眼前的困境。你以为我要听？不然呢？你大半夜出来赏月？拜托，这里只有二楼而已，我就算要跳楼也不会在这儿跳啊。我只是晚上睡不着觉，出来透透气罢了。对哦，这才二楼。那也不对，你大半夜不睡觉透什么气啊？你是不知道那打呼噜声音有多响，我实在是睡不着。我那不是因为太困了吗？那你现在透够了吧？透够了，赶紧回去睡觉。走。你干嘛？你是打算这样彻夜不眠地盯着我吗？你要干嘛去？我渴了，去喝水啊。我也要去喝水。你是不是担心我呀？你放心吧，我没有那么脆弱，我不会轻易去寻死的。再说了，我要是死了，有人欺负你怎么办？你要是哭了，没人安慰怎么办？除了你，没有人敢欺负我。那我就更不能死了。那我要是死了，你要是没人欺负了怎么办？你真这样想？放心吧，我呢陪你一起慢慢变老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精神老头。我看你是想泡老太婆吧？ No， 我有你这个老太婆就够了。咦，油嘴滑舌，赶紧去喝水吧，我要睡了。